我喜欢他的那个风格，尤其是他练太极剑的时候，我很喜欢。还有他那个精神上涨表现得很自信，他那个风格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很特别的是一个运动员。他在世界上也非常有名，要恭喜他这次比赛也拿到好的成绩，然后希望他会一直表现得很好。我们都是老战友了，都已经 share 这个 stage 很多年了已经，所以对他的表现肯定的由始至终都是非常的认可。The journey inspired me to do Tai Chi. Incredible work that he had to put in to get to the world stage was already a lot, and the way that he performed on stage was truly amazing. The pose he has, and he has like sort of little combinations, where he's trying different techniques and like how to string them together. I always enjoy like his creativity. 觉得他打的时候，就我们可以看一部戏的一样，就是他真的他的那个表现还有那个太极的感觉，让我们很舒服。He has a kind heart. He has a dream. And this always inspires people around him. He does not only think about himself. He always thinks about our mental. When I see him perform very well and very happy when he got the results, it makes me want to cry too. 我相信他有很好的一个表现能力，能够打动到每个人。Ja, ich habe auch die Performance von Taipei gesehen, von vielen Athleten, auch von Taichi, und bin sehr beeindruckt von der Leistung und von der Darbietung. Es ist wirklich schön zu sehen. 第一次来参加那个世界比赛，所以以前我不认识他啊，但是这次看他的水平是很高的，太极水平练得很好，继续努力。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他会来，而且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当地的台湾人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嘛，多一点人来加油什么的，所以很谢谢他。然后当然他来也看到他比那个比赛非常非常帅，又长得又帅又精彩，所以真是不可小看，太厉害。因为孙家宏他之前成都的那个四大运不是金牌吗？那就是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认识他的，然后就看到他比赛画面嘛，觉得他真的是很帅啊。后来知道四大运以后，那个我们太极选手孙家宏选手他拿了金牌，就是而且我们看了他在场上的那个发挥非常的好，非常的精致，然后水准非常的高，所以呢就让我们这边的人越来越期待中华队呢能够有孙家宏选手的加入。那所以这一路上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孙家宏选手在接下来比赛的表现，然后呢希望就是他能够这样一步，然后最后呢来到我们世锦赛，然后在我们的面前有这个机会亲眼看到他在这里。他那个太极拳简直是太专业了，我然后当时我就问他，哇你太极拳这么好，你练多长时间了？哎，他说，哎，从小练，等等吧。然后我说，哎呦，你这是在哪里练的哈？太极拳这么专业，这么正哈？哎，我说，这就好啊，就是对吧？你本身就是一个武术，就是一家人，这样更交流嘛。我们要感谢武术的这个缘分。没有武术，我们可能做不到一起，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喜欢练武术，哎，大家认识，包括这一次，哎，认识你，认识妈妈。以前当然你的这个很多比赛啊、视频啊，你的名字，我早已经知道，对吧？你是很优秀的啊，所以你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啊，大家也很喜欢你。你这次比赛也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还有进步的这个空间啊，继续再加油。祝福你啊！其实看到老师，一开始看到老师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小时候在大概还在练传统的时候，我大概10岁出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练竞赛，就是就已经想要正式的，就想要去学习竞赛这个训练了。那时候不知道要跟谁学，
就上网路上，就是在看老师的影片，对，然后就哇，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打，就是跟着这样老师到这个录像去做动作，就是一样画葫芦。对，像这次开幕式还看到您亲自上场，哇，真的是传奇再现，都60多岁还可以打翻子拳，我也是打翻子的。开始也是学这个传统的，从开始啊，我是6岁就开始习武，1966年，也是就在大街上广场上跟师傅学，就没想到后来搞这个专业，搞职业的老师一看，说这个孩子好像有练武的天赋，那你到这个专业队来吧，就这样进了这个专业队，然后就开始学习现代武术，就现在这个竞赛套路。和一开始练传统的练武的目的想法也就不一样，然后在习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啊，这伤病啊，自己遇到比赛当中的一些挫折呀，你本来心气很高，我想这个我一定会拿冠军的，结果不如愿呀，这都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这对你以后的这个做武术也罢，不做武术也罢，它都是一个财富。今年就参加了四个大赛，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也祝贺你，祝贺！谢谢，谢谢，是，哎，这是你这么多年习武的这个努力，不断的这个训练呀，钻研呀。这个经历一定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的啊，所以你这是你上场的时候，我看你妈妈对你这个祝福，我看回头一看，哇，我都很感动的，我都流泪了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武术竞赛上的这个成功，当然主要是你的努力，然后你看妈妈呀，周边呀，你的太太呀，他们都对你都是很多的，一定是很多的支持。从开始认识武术，然后学习，然后自己参与，可能以后你还要教你的学生，那么你的这个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财富，通过你的演练呀，教你的学生呀，把这个武术运动，带给一代又一代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参与它，提高它。他两个都看，他的太极拳也很不错，但是我感觉他的太极剑更好。太极剑的本身是什么呢？是人的一个生命体，怎么样去驾驭一个物质啊，这种哎，能够把人的灵魂付诸于剑的一个过程，修炼过程。他练的过程中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渗透。我们讲传统的，你看这刚好又印证了传统的东西，是吧？剑身合一，剑心合一，对不对？心剑合一，最终是什么呢？没有心剑合一，整个是一个灵魂的统一。但是的话，就简单一点呢，就是说他这次的剑法的练习，我是非常欣赏的。拳也是很好，
他是用到这个有神韵，他有，他是有神韵的。这种神韵呢，来源于传统的传承，好，不管他从什么角度获取的，他是有的。这是最难的，因为有了这个东西的以后呢，他练太极剑，他可以体现出来；他练太极拳，他可以体现出来；他做事，他也能体现出来。